将近50年了，因为累积这么久的时间，实际人呐，就不断的增加。每一年呐，在这个时候都是受证，实际世界人口天灯啊，真正的菩萨涌现，就是有这么多的菩萨在时间成就了开阔空间，所以现在慈济呢有走过的国度啊，我们曾经救济过的国家也超过了80个国家，曾经是慈济走过的路，那都是人间菩萨可以就近跨国去做救济工作。想到了50多年前啊，我皈依我师父给我的为佛教为众生，是啊，这样的几句话还在我的耳边里，天天天天，我的师父说你我师徒有特殊的因缘，从此以后你要为佛教为众生，短短的6个字啊，让我一辈子这么多年快半百了，特别50年了还没有做完，用了40年的时间哦，都是为众生。40年后我开始了，希望人人闻法，要用心，不只是听，还要呢入心，不只是要入心，还要身心合一。所以呢演绎啊，我们就开始啊，每一个字啊入心，同时肢体语言要表达出来，让句句佛法入心哦，那可以呢随时随地可以唱出来，可以背诵出来，这都是呢在将近40年我们开始呢要为弘扬佛法，希望人人呐法要入心。其实呢之前呢人人已经行在佛法中，不知不觉呢都成为人间菩萨，投入人群，抚慰众生，付出无所求，已经呢训练的人人的心啊，总是呢这样的大圣佛法呢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每一个人的行为中，每一个人住人群里呢，总是那样的诚恳付出。所以现在听起法来呢，都很快能清楚了，因为呢，这一条路呢，是我们走过来的道路，先要让大家易行道，让你先去行，这么简单，做菩萨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各位你们现在都堪称菩萨了，你们已经呢行过了菩萨道过来的哦。现在呢在讲《法华经》啊，我一直都在强调佛陀的心灵世界啊。现在呢大家已经走入了这么多年，各位菩萨们，真正的时间我们要专心一致，
看看高阳哈杜基士的厝里呢，也是一个道场啊。他们在那里每天从早课开始，每天文化都是阿那下落来，哦，下个很工整呢。大家文化哈，是真用心在文化。我这一次出门呐，从彰化第一场开始呢，哇，笔记就是排排一大片呐，那从安尼每一个所在啦，尤其是高雄吼，哦，足多第一天来讲500多本，啊，昨昏甲我讲700多本，今仔日讲吼，佫摕足多来啦，那。改天过来看吼，啊，密密麻麻足细字的，啊，伫高雄较巧吼，因得用放大镜在那里哦吼，让我随手呢，安尼掀开那只细字，放大镜摕来，我就甲伊看吼，哇，很公正哦吼，他们呢还会呢。我在经历过哈，那40年前，大家呢行过菩萨道，40年后，这将近10年的时间，入经藏的内底啦，真正的用心闻法，听来呢，因拢心开意解哈，这种的心灵啊，似乎爱悟盲啦，是悟盲。现在的地主呢，会当文化入心呐、啊，同时呢，行在菩萨道上，你我同心志哈、哦，为人世间呐、啊、挑起汨罗哈、哦，那为人间苦难而付出，这都是我们的志愿呐、啊。今年呢？实际啊，都是以诚之情谊。啊，对，这就是今年我们要努力的方向，要如何让人间祥照？哈、哦，那。要如何造福富足人间，这都要看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没有诚之情谊。实际人呐、啊，内修呢是诚正信实，外行呢是。是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有诚之情谊。我们要以身作则，就如加拿大的是移民的典范呐、啊，这就是教之因实。到了那样的国度，以身作则，这都是新高哈典范呐、啊。那一旦国内外拢种慈济人都这样，那无不都是呢造福富足，看到了。那个灰鸠啊，我们是诚恳的爱给他，所以人人打开心门，人人心灵财富哈、哦，看到灰鸠的菩萨，因在咧帮助人啊，穷人帮助穷人，是有一群穷人呢，变成了呢心灵富有的人，所以他们呢。可以快乐起来呀、啊，这叫做净化人心、富足人生哈、哦。那看我们的这一念之间，今天的受证是开始，不是我修证啊哈，啊我都已经安尼修证啊，安尼拢唔免阁做代志呀。我跟您讲哦。既修既得啦，吼，不修不得咯。现在呢，师父才开始甲恁承认，恁是自在人，恁是人间菩萨，所以现在呢，才要起步吼，莫念莫忘初心吼，唔通袂记哩现在这念心吼。
总是呢，现在开始才是正式的人间菩萨，了解吗？了解。这福慧红包哦，是师父的智慧财产哦，跟大家分享的，感恩大家过去的付出，感恩，更期待未来呢。大家的努力哈，为普天下众生而付出，佛法在你们的身上呢，来弘扬佛法，感恩，祝福你们新年事事如意哈，而且呢，菩萨道步步踏实。